来自扬声大师耶稣信息，关于你是自由的，你生来就是自由的天使。通灵，约翰斯莫尔曼。问候，亲爱的地球儿女们，我是耶稣。在这个时刻，在这个不断变化的时代，我来到了你们身边。人类的觉醒正是按计划进行的，因为这是上帝的时间表，而他所希望的事情正是按照神圣的意图发生的。当前世界各地的混乱和无序，是一场大规模的清理行动，因为所有与爱不完全一致的事物，都会消散回无意义和不真实的不存在状态，而它似乎就是从那里产生的。那种状态从来没有存在过，它只是一种心理构造，一种嵌合体或幻想，在其中你试图体验不真实的东西。独立和与母亲、父亲、上帝的分离，因为你有一个瞬间的想法，这样的状态或条件会给你比现实更多的自由。在你被创造的那一刻，你就诞生了巨大的、无限的自由。不真实从来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因为只有爱，爱是在永恒的喜乐中与上帝合一的每一刻的完全自由、完全接受和完全意识。是的，你是自由的，而且你一直都是自由的，因为这是你作为爱的存在从爱和光之中被创造出来的自然状态。你从未离开过那个状态。然而，因为你构建了一个惊人的幻想，你与上帝合一，你确实拥有他无限的力量，并进入其中，他对你来说，总是显得非常真实，因为这就是你实现他时的意图。在其中，你依靠身体的感官和智力来帮助你了解你的环境，正如你所知，环境是非常有限的。因此，你很难相信你作为人类所从事的生活是一种幻想。这似乎太真实了，而且令人痛苦的不真实。这种持续不断的不现实体验，一种形式上受到严格限制且非常短暂的生活，是你们集体选择做自己的事，彼此分开，独自生活的直接结果。一旦你进入那种状态，恐惧就会自然而然地出现，因为你立即觉得自己处于一种非常不安全的境地，几乎缺乏支持你作为人类在一个完全不了解你的物理环境中所需的一切。事实上，在与上帝合一时，你知道你是安全的，因为不存在不安全状态。现实是完美的，是一种没有任何需要或缺乏的状态，一种完全的、完全的喜悦的状态。发现自己脱离了那种状态，显然让你感到害怕，你捏造了自我，一个不真实的第二个自我，有一个你可以与之交谈的人，你可以向他寻求如何处理问题的指导。除了问题之外，没有任何问题。为了你们自己炮制的那些，它似乎包围着你，威胁着你的存在。你们中的许多人一直期待着似乎很长一段时间的人类觉醒或提升，即充分意识到你们每个人的爱的现实，并生活在一种持续不断的状态中，平安和喜乐。当然，时间是虚幻的一个主要方面，在那个虚幻的环境中，你似乎已经花了很多年，甚至亿万年，等待体验人间天堂。这似乎没有实现的原因之一是，绝大多数人们继续参与是非的戏剧，然后选择做出判断，证明与那些被认为是错误的人发生冲突是合理的。当人们将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那里时，他们实际上选择了从意识中阻止对自己真实本性。
爱的理解，从而允许自己评判和谴责他人，并觉得这样做是完全正当的。2000多年前，我就告诉你们，要彼此相爱，就像我爱你们一样，并且我不断地用行动展现爱，以便你们也能学会这样做。不幸的是，在我的肉身死亡之后，很多精力都浪费在了审判和谴责那些钉死我的人身上。多年来，对不法之徒的审判和谴责一直持续存在。正如我还告诉过你们的，当我们遇到一群人用石头砸死一名妇女时，他们谴责让无罪的人投第一块石头。任何人都清楚，所有人都是罪人，而爱从不谴责或惩罚任何人。觉醒就是停止责备和评判他人，而是寻求帮助他们了解他们的愤怒和怨恨从何而来，从而导致他们骚扰和虐待他人。事实上，许多人满怀爱心地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他人，为此他们感到非常荣幸。现在是时候打算充分意识到爱和光是你的真实本性，然后从这种认识中生活，展示爱的真理，作为你的生命力量或能量场。每个人都化身为释放他们一直坚持的不符合爱的一切，这就是你选择体验人类生活的目的。现在许多人正在这样做，而且每天都有更多人选择这样做。爱是你的真实本性的意识正在整个人类中传播，它正在导致人们理解参与冲突的绝对疯狂。当你看到世界各地的冲突所带来的痛苦和令人心碎的结果时，无论是为了获得军事、政治、经济或宗教优势，还是由于贫穷或某些人对另一些人施加虐待而表现出的赤裸裸的正义，这种理解就会得到加强，并且随后大批人的生命和生活环境遭到破坏。人们日益认识到重大改变对于世界各地人们相互交流的方式至关重要，这最有效地导致了处理分歧的更合适的方式。公开讨论，所有人都倾听并尊重他人，而不是试图压低声音持有不同观点或意见的人。所有意见和观点都有表达的空间，以便每个人都感到被倾听。如果参与此类讨论的人际的设定只爱发生的事情的意图，那么讨论将为所有参与者带来积极的结果。请确保您每天在神圣的内在圣所度过安静的时光，邀请神圣的爱和光与真理进入您的心中。这样做会给你带来巨大的平和和乐观感，与你互动的其他人也会感受到这种感觉，他们可能经历的任何焦虑都会减轻。请记住，每一个存在都对整个人类产生巨大的影响。你的转世是为了协助人类的集体觉醒过程，并为之带来喜悦。只要存在，你就可以完美地遵循你预先计划的人生道路。当你醒来时，你肯定会这样做，你会体验到巨大的喜悦，因为你会意识到你已经很好地遵循了你的道路。你真爱的兄长，耶稣。来自扬声大师耶稣的祝福。 I'm Jesus。 谢谢收听，感恩祝福。
Thank you.